无论是摇摆六十年代，还是金字塔的建成，我们都能想到一些想要时空旅行穿越回去的历史时刻。但哪些时间地点是一个明智的时空旅人总该避免的呢？在过去的某些时刻，危险和可怕无处不在。因此，作为导游，想要时空旅行的人啊，让我们登上时间快车，看看史上最糟糕的时空旅行之地吧。欧洲黑死病。1347年黑死病出现，过了如此之久，我们仍有必要谈谈黑死病。仅仅五年时间，欧洲死亡人数陡然达到了2000万。这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疾病，通过满身跳蚤的啮齿类动物急速传播。如果你现在穿越回那个时代时不巧感染了，可没有医生来帮你，你只能抓一把蚂蟥和薄荷叶自求多福。当你腋窝和胯部长了恶心的淋巴结，开始七窍流血时，也就离死不远了。即使你能回到现在，也可能为时已晚。此外，作为现代人，你的免疫系统更脆弱，会让你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因为现代世界相对更干净。这还没完，看着一家人把生病的亲人甚至孩子遗弃在封闭的凄惨的满是瘟疫的屋里，你还得走出心理阴影。虽然人们不总提起，但如果你是犹太人，这段日子会更苦难。整个欧洲的基督教牧师们不顾这场瘟疫背后是何原因，都鼓吹是犹太人导致了瘟疫，他们在井里投毒，所以尸横遍野。但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都不用犹豫，这段时间能不穿越就不穿越。赫库兰尼姆爆炸。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后庞贝古城发生的可怕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庞贝城的姊妹城赫库兰尼姆，它甚至距离这次火山爆发更近。如果你在那个灾难性的日子把你的时光机停在了赫库兰尼姆，迎接你的是一场温度高达900华氏度约482摄氏度的火山灰和火山雾喷发，你会热炸了。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因为人体和火山物质之间的温度差，你的大脑在接触火山物时会迅速沸腾并爆炸，而那些没有热炸的人则在燃烧的灰烬中窒息而死，尸积如山。尽管该城许多居民在火山爆发前撤离，但还有400多人在逃生时遇难。如今赫库兰尼姆的大部分建筑消失在历史中，其中 75% 仍埋在凝固的火山物质下。这也难怪，你能想到庞贝城盖了一块9英尺厚的火山灰毯子时，赫库兰尼姆的毯子能有75英尺厚。除非你的心愿单上写着你想像烈火焚身一样火透，那还是别在公元49年去赫库兰尼姆。德累斯顿轰炸。超过8500万人死于二战或战乱，对那时许多人来说，轰炸是可怕的每日环节，即使远离前线也不例外，但曾是欧洲公认的文化中心。德累斯顿城的轰炸有所不同，在死亡的35000人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平民。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次打击是战术决策还是单纯野蛮的亮手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德累斯顿轰炸对城内的人来说如同地狱。1945年2月13日，800架英国战机向该城投掷了1400吨炸弹和1110吨燃烧炸药。当天晚些时候，又有300架美国轰炸机前来炸毁该城的交通路线。两天后，又有200架轰炸机前来夷平了该城的基础设施。假如你在城里，你会听到大地震颤，轰炸机越来越近，周围的建筑开始爆炸倒塌并压死里面的人，致命的碎片飞向四面八方，无情的火海会随之涌来，变成持续数日的人间炼狱。不用说，此时前往城中心只会当场死亡，还是以最可怕的方式。差不多是吧。战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条件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机枪、坦克和毒气弹等新技术使得牺牲人数比以往任何战争都要多，2000万人在这场拉锯战中惨遭屠杀，双方都想耗干对方。通常情况下，实际上这是指分垒对峙，无数人战死，就看谁坚持得更久。成千上万的士兵往往没往前挪一英寸就牺牲了，但在像索姆和凡尔登等地的战场上，死亡不值一提，战壕里才是最坏的情况。这些战壕是在泥泞的田野中草草挖来的坑，用来守住和推进战线。不论四季，连续数周被困在同一地点会产生无数问题。在冬天，你的身体会因为长久的潮湿冰冻而慢慢溃烂。
在夏天，你得和数不清的携带疾病的苍蝇打交道，这些苍蝇都是坑里的尸体引来的，因为机枪射击不断，任何经过的人都会被击中，所以这些尸体无法埋在战壕之上，一般来说尸体埋在小土包里。而当炸弹击中这些土包时，你不光要躲着炮弹，还要躲着你死去战友的残肢。轰炸持续不断，震耳欲聋，使人疯狂，或称作得了弹震症。现在我们将弹震症视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形式，但当时那些无法克服弹震症的人被称为懦夫，还会被上级处死，这场面是如此混乱残酷。据说这直接给《指环王》中魔多的视觉呈现带来了灵感，考虑到死亡、疾病、溃烂和精神错乱等各个角度，你得特别勇敢或者癫狂才能穿越回一战的战壕里。美洲殖民，这在高中历史课上经常被一笔带过，但在美洲殖民时期，土著人的生活堪比人间地狱。15世纪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的臭名昭著的探险队带来了这场灾难。哥伦布的船员觉得土著人是次等人，因而视他们的生命如草芥，这种看法导致了无数难以形容的暴行，包括最轻的，土著人稍稍违抗就会被割下身体部位作为惩罚，最坏的是种族整个部落和文化的灭绝。当伊莎贝拉女王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得知哥伦布的船员对当地人的暴行时，哥伦布丢了他掌权的位子，但这并没有改变已经发生的事，而且随着美洲被殖民，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生。想想自己是一个土著人，当外部世界的陌生人入侵，逼迫你不加思索地接受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放弃自己几千年的传统，同时你还会受到枪支等看着难以置信的先进科技的威胁。作为一个时空旅人，你必须目睹这一切，还有无穷无尽的尸体，而这其中大多数死于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疾病。当地人对此没有免疫力，这个时期多达 90% 的土著人死亡。除非你对这类事情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否则你最好离得远远的。女巫审判，作为一个穿着现代服装驾着奇怪机器的时空旅人，你绝对不想去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以及1560年至1630年间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在这时期，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基督教掌权者以无数罪判处数万人死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恶魔崇拜的恐惧与日俱增，但尽管有大量人因这些罪行而被处死，但很少有指控很具体的。人们指控巫术，往往指控麻烦的邻居，被认为过于自由的女性，或者那些看起来不循规蹈矩的人，而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着被指控的风险。一个错误的眼神，一句恶言恶语，一项前卫的帽子，任何被认为不寻常的行为都会受到指控。这正是为什么像你们这样穿着举止怪异的现代人会面临风险。但被指控到底有什么风险呢？首先会被审判，通常证据模糊，结果也倾向于定罪，然后会被惩罚，大多数情况意味着被烧死。事实上，火刑在神圣罗马帝国是强制的，因为他们的刑法规定任何女巫实施巫术都要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其他惩罚包括被巨石砸死、绞死、斩首，以及被绑在刑具上淹死在河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你可以选的话，最好驶离拿着草叉的暴民，穿越回魔法少女莎宾娜主题万圣节派对吧。冰河时代，大约12000年到上一次冰河时代结束时，智人，也就是我们，已经开始成为陆地上的主宰，但这并不意味着能获得惬意。在这一时期，早期人类受困于不断求生的持久战，一天的倒霉可能会导致全家人的死亡。不光是最冷的地区，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庇护所并适应环境，对狩猎采集者来说都至关重要。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当时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冰冷的荒地，其他地区又大部分是沙漠，全球降雨量约为当今降雨量的一半，曾经郁郁葱葱的热带地区都是干旱的荒地，这使得吃了上顿有下顿更加困难了。由于食物非常稀少，每顿饭都要靠觅食和狩猎，这也可能是每日的致命挑战。作为一名旅人，你最好多带点豆子罐头，因为想猎杀猛犸象吃顿好的，很容易被其踩踏致死，医疗保健或止痛药就别想了。人类甚至还没有发展农业，更不用说医药了，除了长痛不如短痛。甚至要先假设你已经找到了食物来源，才可能被猛犸象踩踏，
因为许多物种由于无法适应那个时代不断扩张的冰盖而灭绝了，能找到食物来源就更少了。而且全球平均气温约为10华氏度，约负12摄氏度，你最好穿上衣服，不然就有可能冻死在没有热辐射的土地上。我知道这趟导游服务挺差劲的，如果你能活着穿越回现在，你才能晚点写下你的差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吧，只有在欧洲南部等相对较少的地区，处在干燥的沙漠和无情的冰盖之间，人类才能生存的有意义。而且这听起来也不像一次周末度假那么有趣。恐龙大陆。当然，侏罗纪公园让我们都相信遇到恐龙这件事很有趣，但实际上你真的愿意吗？想想吧，徒步旅行中遇到的熊和美洲狮都够吓人的了，而一只20英尺高50英尺长的棘龙呢？还是算了吧。在 1.45 亿年至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至极的巨型食肉动物生存着。管中窥豹一下，我们就能清楚为什么这一时期应被禁止穿越。例如前文提到的棘龙主要捕食鱼类，但也可能捕食陆地生物。它锋利的爪子长达7英寸，你试图逃跑时，它能轻而易举地将你击败，用骇人的牙齿撕掉你大块大块的肉。更可怕的是体型相似的马普龙，这些霸王龙成群结队的捕猎，当你的时光机不合时宜的在它们附近发生故障时，你几乎不可能逃脱。天上有你要担心的会飞的恐龙，例如翼龙和风神翼龙，世界各处的天空都有它们的身影，有的比战机还大。如果它们盯上了你，随时都可以把你捞起来。如你不慎跌落水中，遇到40英尺长的在海上巡游的狩猎大师长头龙，就更别提了。因此，如果你觉得不想十面埋伏，自己残肢断臂，你会想着从你的时光旅行心愿单上跳过这个恐龙时代的。但是老实说，如果可以时光旅行，我很肯定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想去。尽管我再三提醒，你还想去这些地方吗？如果不想的话，你想去哪儿？请在下面的评论区中告诉我，甚至有可能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直接介绍你们的想法。感谢观看。